命偶风云会，印潭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欢迎各位咧准时收听或者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啊！今日咧系星期日咧吓，本来咧我哋都系休息吓，但系因为啊俄罗斯发生呢一场吓近年啊史上罕见嘅骑呢嘅兵变咧吓，所以我哋觉得咧系有必要加开多一集，同各位咧系深入分析吓。咁而家嘅情形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咁喺24小时之内咧。喺呢一场啊，几乎酝酿嘅政变咧，系成功。雇佣兵华格纳集团啊嘅首领普里戈津咧就话喺最后一分钟，因为白俄罗斯总统嘅调停咧，佢就接受咗某啲嘅条件，就决定啊大兵咧就压住啊系唔喐啦，啊就调转翻个枪头啊，嗱调转翻枪头咧就唔知，但系唔会杀入呢个莫斯科，而且佢本人咧系将会。进入这个白俄罗斯在那处是避风头，而他亦都声称普京是答应不会再起诉他的叛国罪，同埋他那2-3万这些叛军亦都不会受到追究。但是这件事在这个最后一分钟这样的变局，就令全世界都大出是意外，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咁到目前为止咧，我相信真正嘅原因咧系仍然唔知点解啊，普里戈津肯啊喺最后一分钟系咁咧，系嘛？因为咧，我哋都知道最初啊，佢出事咧喺6月12号，6月12号嘅时候咧，就以呢个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同埋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嘅代表嘅俄国军方最高当局咧。就要啊呢一个华格纳叛军咧，系交出个军权，系接受收编。一接受收编咧，就即系话普里戈津咧系冇话事权。咁然后咧，佢当时咧就大为愤怒，就指责咧就系话咧呢两个军事强人咧就架空咗普京咧，好似一个远东嘅分军啊，历史上一样系完全唔知啊，类似呢个叫岳飞啊。12金牌嘅时候嘅宋高宗赵构系俾呢啲奸臣啊，系嘛，武将啊，系嘛，系迷惑咗，系嘛，唔知道咧，于是咧就作出一个咁嘅错误决定，咁佢要求咧系收翻成名，但系点知几日之后，6月17号咧，普京现身话系支持绍伊古同埋格拉西莫夫啊嗰个收编嘅决定，于是咧普里戈津咧就决定忍无可忍，系嘛。就咧，翻去莫斯科咧，就係話咧，要所謂嘅清君側，甚至暗示話咧，將會出現一個新嘅總統，即係推翻普京。喺全世界擔心發生內戰，一旦內戰嗰啲核彈啊，突然間咧，呢個普里戈津咧就有咁嘅唔同嘅決定。嗱，呢件事咧由而家開始，到底對呢個烏克蘭嘅戰局同埋普京嘅地位又有咩影響咧？阿白偉聰。如果回顾翻成件事嘅开始咧，除咗个原因就系、是普京同绍伊古要削呢个普里戈津嘅权啦，要收编华格纳嘅雇佣兵之外咧，就据普里戈津讲啊，就系、是、喺开始嘅时候，佢嘅军营遭受到俄罗斯导弹嘅袭击，于是乎咧，佢就觉得咧要声讨呢个绍伊古同埋格拉西莫夫，但系留意一点。其实他由头到尾没有提过普京两个字，一直以来呢他出兵去到罗斯托夫的时候呢都是要求绍伊古出来见面，他的行事呢一直都留有一线，即是呢没有向他的前盟友或者好兄弟呢普京开拖，其实他已经是计算了，甚至我认为所谓的俄罗斯导弹袭击呢都是他自编自导的一台戏来的，因为呢普里戈津他本身是一个军阀，亦都出身咧，只不过一个流民罪犯。其实佢唔系一个政治家，亦都唔系有一个好大嘅政治意图。去到尾咧，都系为个人利益，同埋佢咧希望能够保存佢呢队雇佣兵嘅军队。所以其实中间有几多嘅计算咧？我谂佢好简单嘅，其实佢只不过系想攞翻呢队华格纳雇佣兵嘅控制权，同埋可以
保命啊，呢、這个就系佢最基本嘅要求。当然啦，钱就越多越好。咁所以佢成个兵变咧，我觉得佢唔系谂住咧去推翻成个俄罗斯嘅政府，取代普京，甚至咧做俄罗斯嘅总统，因为佢知道喺个政治层面同埋佢嘅能力咧系做唔到嘅。所以北上罗斯托夫，甚至威胁莫斯科咧，呢台咧系佢自己咧编导演嘅戏嘅一部分。中间咧，其实个目的就系逼普京揾方法同佢谈判，因为佢哋两个兄弟咧，其实如果我哋用翻呢啲比较戏剧性嘅角度去睇咧，你可以理解俄罗斯系一个即系社团。其实而家只不过系普京揸 fit， 跟住佢系一个其中一个环头嘅话事人一样。咁而家咧，佢哋问题咧就系利益嘅分配啊。呢、这个普里戈津咧，并无呢个意图咧，可以做埋普京做嘅嘢，亦都冇兴趣。因为而家个问题咧，就系普京要将佢嘅雇佣兵收编，同埋咧，甚至可能要将佢收监一样。咁所以其实佢去到罗斯托夫在北上嘅时候咧，我认为啊，佢都唔系全力攻占莫斯科，因为以佢二万多人嘅实力咧。如果就算占领了莫斯科，他都不能够防守莫斯科的。这个是他很清楚的这部分。所以其实今次呢，这个兵变的24小时呢，中间只不过是他一个谈判的筹码的一台戏。所以现在发展下去呢，当然、希望他全身而退啦，而普京究竟会不会覆他桌，同埋究竟会不会好像以往对付任何政敌这样，甚至暗杀他呢、这部分呢才是戏玉所在。但系你如果你头先好似你咁讲啊，佢只不过谈判嘅策略，吓玩铺咁嘅嘢咧，佢应该咧系玩唔起嘅，吓同埋呢个目的咧系模糊不清嘅，因为佢而家咧系已经咧显然系接受咗普京某啲嘅条件，就系唔杀入去呢个莫斯科啊，而且咧嗰、那个佢嘅军队咧系将会接受收编，而佢交出个军权，跟住咧佢走咗去白俄罗斯。如果咁样样咧，照个排面上嚟睇咧，佢嘅下场将会好悲惨。因为如果普京一日在位，系起码假假地都系俄罗斯总统咧，以普京二十年来显示嗰个性格咧，系绝对绝对不可能系接受咁嘅羞辱，吞呢一啖气。因为全世界嚟讲咧，普京唔止俾呢个普里戈津咧系刮咗两巴，直情啊系俾人俾佢啊系殴打到遍体鳞伤。因为全世界看这台马骝戏、就知道普京原来是没有办法下令军队。至此真相也都大白。为什么布林肯访问北京员回来之后、这个拜登、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呢，就是说、习近平是不知道那些间谍气球飘了入来美国。因为正如世界上的独裁者一样，是吧，这些独裁者往往是会被手下隐瞒的。原来这番说话是一语相关，既是挖苦这个叫习近平报回布林肯去到北京被他摆在一边召见那种礼仪的羞辱之仇，亦是同时是向世界暗示，其实普京根本不知道一场巨大的政变是即将爆发。甚至咧系可以睇到咧，揾阿布林肯去北京咧，系近距离。确实，正如我哋啊，上个礼拜咧系讲过，近距离啊，就系想睇下习近平对呢一场俄罗斯乌克兰嘅战局有几多嘅知情，同埋到底咧系有几大啊支持呢个叫普京啊嗰个决心。因为咧，点解呢两日漏啲消息出嚟话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早已经话俾拜登听咧？这个不是说事后孔明，而是说给这个叫世界听，美国到底怎么样看俄国，甚至和中国极有可能那个联盟，和在现在这一场乱局里面的关系。所以普里戈津现在走去白俄呢，其实在牌面上来讲，他的处境更加危险。第一，他完全达不到他的目的，而且他个人是出局。不要忘记白俄总统也都是同这个普京是非常之密切的。密切到普京可以将作核弹，一炸核弹部署在他那里。而且白俄罗斯是几乎可以一度是跟这个普京合作出兵乌克兰。当然在最后一刻白俄罗斯就
见到搞到咁大镬咧，系唔敢介入。但如果你个普里戈津人啊，系去咗呢个白俄罗斯而冇事，佢个二万几人啊，而家都唔知道咧有几多人跟咗佢去白俄罗斯，因为呢啲详情而家咧系尚未公布。我谂唔会话系阿普里戈津一个人走，然后咧你嗰啲军队你就放低，好似呢一个1936年嘅西安事变。张学良就留低，同埋杨虎城咧系接受扣留，而东北军咧系仍然咧系如好无缺。嗱，即使系东北军俾蒋介石放过，蒋介石都唔会再相信东北军。所以西安事变点解啊系呢个叫中国抗日战争嘅一场非常之关键嘅一个事件咧，就系削弱咗蒋介石至少系当时啊嗰个领导嘅权威。咁啊！但系当年咧，西安事变啊，嗰个背景咧就系日本侵略中国啊，呢个蒋介石元帅咧啊，嗰个形象咧系道德上嚟讲咧，佢系正面嘅。但系今次咧，普京就唔同，普京咧系一个全世界奸人嘅角色。咁你咁样日后就算系国内俄罗斯嘅人民点睇佢咧？喂，人哋嘅军队竟然可以长驱直入啊，系进入嚟莫斯科咧200公里，然后种种嘅消息话你系走咗喎。喂，人哋20000多兵啫，啊都未曾杀到人嚟莫斯科，你就走咗，你系咪一个懦夫咧？啊，全世界人都睇到人哋乌克兰啊，系嘛？一年几你咁猛烈嘅进攻咧，泽伦斯基冇离开过啊呢个乌克兰，起码都系坐镇基辅啊。所以今次咧，对于呢个俄罗斯，尤其普京嘅打击咧，系致命嘅。佢要啊面临啊，就算呢件事而家暂时平息，啊呢个普里戈津咧系行开咗，佢要面临啊，到底佢有冇能力同埋威望继续指挥啊，为咧就成为一个最高嘅统帅啊？呢一队收编咗嘅啊呢一个叫华格纳，同埋甚至整个俄军嘅问题，因为一年几以来咧，佢犯低一个好大嘅错误咧，就系佢以为。是任用这个当初是跟他主席出身这个真是传奇的人物，是吧？我们只是香港就只是知道大厨出身做了百亿富豪坐了入天比高的只有一个，就是明珠兴业的老板王坤。这一个呢是更犀利，普里戈津呢是当初是这个普京刚刚 夺权的时候呢是跟他呢是主席成为他的名厨。系嘛？喺个口腔期嗰度得到佢嘅信任，然后获得普京咧，系俾佢做饮食包伙食，尤其系买热狗啊，吓嗰个几乎个专利权咁样去发迹。所以咧，对于普京嚟讲咧，普里戈津咁样一下嘢咧，我绝对唔相信为一啲极端嘅阴谋论话啊，哇！呢个两个又讲好啊，系咪做一场大龙凤？呢个大龙凤对于普京造成嘅损失系无可估计。这个正如在90年代初期 ,1992-1993年之间，戈巴卓夫呢是做这个俄罗斯的总统的时候，苏联解体之后未有一场不成功的共党集团的那个政变。那场政变呢就是戈巴卓夫呢在黑海的别墅的时候发生，因为他无力应付，才由身边的强人是俄罗斯总统的这个叶利钦呢系嘛？系指挥同埋咧，感召莫斯科嘅市民啊，系阻止共党叛军嘅坦克啊，系开入呢、這个喺呢个莫斯科嗰度咧镇压。自此之后咧，喺黑海啊嗰个别墅嗰度被扣留嘅戈巴卓夫咧就废咗武功啦。跟住咧，苏联咧系非解体不可。咁今次嘅呢一场啊不成功嘅政变咧，啊虽然同嗰场嘅性质唔同。但是那个含义呢亦都是呢是有所类似。因为跟住你这个普京呢根本呢在个国家国内的选民里面是威望扫地。虽然现在呢据说这一场战争呢虽然他在国内呢还有相对高的支持率，这些民意调查真定假就没人知道。是吧？但在全世界来讲他会成为一个笑柄的。他没有办法呢是吞这一啖气的。是吧？同埋今次点解隔呢、这个点解啊？呢、这个叫普里戈津咧，系要咁样付出咁大嘅代价兵变咧？正因为俄罗斯呢一年几以来嗰、那个指挥系统出咗问题，系咪？嗱，佢身为呢个叫雇佣兵，系咪冇理由
阿普京咧係長期依賴一支僱傭兵咧，係走去打一場咁大嘅戰役，而正規軍啊，真正嘅國防部長同埋總參謀長係一定係同保里戈津咧係有呢個地位上嘅衝突，甚至係某種嘅辦公室政治。普里戈津咁樣咧，就係、是、類似咧係清初嗰個叫連根搖啊，連根搖咧帶住支軍隊啊，走去遠征啊，這個甘肅係嘛，同埋咧遠征啊呢個咧西域，而佢嗰陣時咧係川陝總督啊。如果俾個軍權太大嘅話咧，咁喺呢一個北京啊裏邊，成班雍正啊同埋側邊嘅呢班滿洲嘅大臣咧，係覺得咧係絕對啊唔放心。嗱呢啲睇中國人睇自己歷史咧，就覺得耳熟能詳。呢啲咧叫做咧啊尾大不掉，又或者咧分分鐘就將在外，軍命有所不受。咁所以阿普京咧就覺得普里戈津係一個非常之值得信任嘅人，所以咧用佢咧係去做炮灰。但係事實上，普里戈津呢一年几以来咧，打入呢个乌克兰咧，亦都系非常之残酷啊！因为佢一班系囚犯啊，乌合之众，系嘛，杀战俘啊，杀平民啊，呢啲咧，佢本身亦都系一名咧，应该就一名通缉嘅战犯嚟嘅。所以点解佢要用一只左右唔系人、两头唔到岸咁激烈嘅手段去达到呢啲？只不过系拒绝收编嘅目的咧，系嘛？跟住下一步点行咧？系嘛？普京啊，点会放过一啲背叛过佢嘅人呢？普里戈津冇理由唔知嘅，系咪？嗯，所以佢走咗白俄罗斯嘅话，咁呢个白俄罗斯会唔会喺普京啊下一步嘅压力之下交人呢？普京呢个人会唔会反口覆舌呢？系嘛？跟住呢一扎咁嘅华格纳啊，又形成一支军队嘅系统呢？就算部分啊归翻入去俾呢一个绍伊古格里西莫夫。这个国防部长的正规的指挥又是否能够整合再次杀入去这个乌克兰呢？跟着的战局又怎样呢？当然似乎中了空堡的就是乌克兰的泽伦斯基，还有在旁边暗中观察的北约和美国。但是这样下去是出现一道大的裂痕，同样是亦都呢是对于这个叫打赢乌克兰的胜算是更加削弱。最重要的是整件事的过程沙盘推演，给普京另一位在远东的好兄弟在旁边看，他就会看看如果他有一天去攻打台湾，跟着会极有可能发生的风险是什么，就是内部军事的哗变，尤其是如果攻打那个台湾是久而未能这个占领的话。所以其实这件事暗中又对台湾是有利，对于这个中国攻占台湾的战役那个野心有一个图谋来好，应该又有所压后的。所以冥冥之中就真的似乎有某种的天意。但是对于整个乌克兰来讲，现在到底下一步怎么走，西方应该怎样巩固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是怎样都好，普京而家咧係已經個顏面全失，佢再做落去，仲要明年咧係大選嘅話，喂，就算啊，佢要再重整呢個隊伍再打落去啦，喂，到底喂咁佢嘅指揮能力係點啊？冇咗呢個華格納，或者華格納啊削弱咗一大部分啊嗰個戰鬥力嚟講啊，係嘛？咁你真係要用所謂嘅正規軍，咁正規軍喺邊咧？如果華格納嗰度喺前頭散咗，你點樣再向民間徵召多50万呢？徵召多50万啊，那個兵力啊，到底而家下文喺邊度咧？佢半年前已經話喺民間嗰度徵兵啦，所以呢場仗係點樣打落去咧？太多嘅懸念咧，這個真係現代戰爭史上毫無先例啊，係咪咧？毫無先例，當然就係一場咧。个明目张胆的军事叛变竟然可以全身而退啦，暂时啊。咁但系对于头先你讲咧，普京嘅威信咧的而且确，首先系好大嘅打击，在于咩咧？系佢对嘅情报系统咧系完全咧冇所预知，再加上咧，进军罗斯托夫嘅时候咧，罗斯托夫嘅守军啊，系基本上咧系只系略作抵抗，而副国防部长咧仲要同普里戈津咧促膝而谈。在镜头面前谈笑风生，
咁呢啲全部暗示明示緊咧，普京嘅控制同埋佢下面嘅軍人咧，都係咧兩面三刀嘅，即係睇下個情況咧，先決定咧倒向邊邊。所以佢哋對於抵抗普里戈津嘅進軍咧，都係留咗七手啊，唔好話留一手。咁直至去到距離莫斯科200公里之後咧，先至見到或者聽到咧，莫斯科周邊嘅地方咧就開始構築一啲防御工事啊，同埋有士兵咧準備抵抗。咁依個種種嘅情況咧，睇出普京對於下邊嘅軍隊嘅控制咧，並唔係想象中咁強。嗱，依一點係第一。第二咧就係、是，即使普里戈津而家兵變叫做退卻準備咧就去白俄羅斯嘅時候，如果留意到外國新聞嘅報導咧，你見到嘅羅斯托夫嘅市面上邊咧，直情好似勝利者咁樣喺度咧，同啲群眾打招呼，同埋嗰扎僱傭兵咧就喺度咧就揚長而過喺個市面上邊咧，好似勝利者。如果唔覺意咧，你以為依場政變係成功咗嘅，但係而家咧就啱調轉普里戈津好像成为一个胜利者咁样。咁所以即使佢去到白俄罗斯，我觉得普京呢都唔会放过，同埋呢吞咗呢啖气嘅。而且正正係喺罗斯托夫咁嘅市面嘅情况呢，明示到一样嘢，就係喺远离莫斯科嘅其他嘅军区呢係唔稳阵嘅。好多嘅军人呢只係等緊一个机会，或者係呢对上面嘅命令執行呢係唔彻底。咁而家呢啲种种嘅情况咧，就会形成咗对普京对于成个国家嘅控制啦，特别系军队嘅控制啦，就出现咗一个权力嘅疑问啦。咁呢部分咧就会当然就影响到喺乌克兰嘅前线啦。咁当政变呢日24小时嘅时候咧，据闻咧前线嘅俄罗斯嘅军队咧都有部分咧就退却，同埋咧让出一啲防线。咁呢啲全部咧都系。令到普京呢场乌克兰嘅战争出现咗更加多嘅迷雾。嗱，咁而家咁嘅情况咧，就下一步咧，我相信咧，普京咧系一定会将嗰个军事系统咧重新即系建构，因为咧佢下边应该会发现好多信任唔过嘅人，而且咧里边咧佢一定会清算。以俄国嘅政治同军事传统呢啲清算咧系自古以来咧。是他们的习惯来的，所以应该有很多人呢就要我们叫做准备坐监，或者甚至呢是要处决的。因为现在即使暂时放走了普里戈津呢，下面还有很多厌仔和当时呢抵抗不力的将军，我想普京有一大串名单呢现在要准备做事。但是如果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呢，这场仗不需要再打了。是咪？喂，你而家打咗过年几之后，然后你个 priority 就系要重整军队，然后咧系呢个执行加法，系咪？你重整军队、执行加法系拉自己人啊，去惩处嘅时候，你每做一件事，每过一日，你嗰个俄国个军队更加冇可能系全心全意效忠你呢个叫普京，特别系而家中间呢两个，这个叫绍伊古。同埋格里西莫夫，佢两个人嘅地位又如何？呢两个人去咗边？系咪？你要知道啊，都未知啊。所以普京啊，唔肯用正规军又好，或者咩都好，就系因为俄军有好大嘅问题。而家佢慢慢都知啦，就系中间嘅贪污黑扣，俾咗好多钱，嗰啲军援嘅物资，到底系由呢啲国防部长以下各级嘅军队嘅头头咧，系中间袋咗几多落袋？呢啲枪支弹药去咗边？当然唔系话。乌克兰那边就没有做到，那边我相信一样有做，但俄罗斯你现在是攻打人的那边，是不是？所以因为这支军队来说，同埋加上你这个叫普京是受到重创的，是吧？所以就算是这样，就这个华格纳支军队是不可以再用，然后你还要说在这个叫罗斯托夫那里是一个呢，是俄罗斯南部接近这个乌克兰边境的一个军事重镇来的，周围很多军事设施的，已经被这个华格纳占领了，还有当时的俄军呢是几乎向这个华格纳大开中门，所以没什么激烈的战斗，还要呢他的军队呢北上是挺进了成600-700公里，喂，这样东西是不能够不可思议的，是不是？即是说如果你假设当时这个太平天国
洪秀全咧喺呢个叫广东喜事呢个花园啊，一路啊唔系话走去呢个叫天津啊，系直扑呢个武汉，过咗武汉到咗呢个叫保定石家庄喎，系嘛？喂，然后一路啊系冇冇咗呢啲咩曾国藩、李鸿章啊呢啲走去清剿嘅，你话得唔得惊啊？系嘛？点样玩落去啊？呢个局面系嘛？所以咧就根本呢件事系点都好。是对于这个俄罗斯特别对普京是一次的重创。是吧他没可能还好像以前这样呢有一个权威是指挥甚至自己的国防部长。现在那两个国防部长和这个总参谋长是不是是普京是接受了这个华格纳的要求是将他们调职呢是的话那两个又服不服气呢所以呢未来的两三日呢就会有更加清晰的结果是这一场战争的走向。是吧好啦最后呢就是中国呢是一个战狼我哋都介绍过啦佢自己露面佢个名字叫武文佢冇不久之前呢是一个高姿态宣布加入呢个华格纳话呢是要杀死晒美帝国主义同埋消灭日本重要呢佢伟大嘅抱负就是全世界成立呢个叫实现共产主义。但而家华格纳咁样呢我唔知呢一位中国战狼嗰个行踪去咗边佢到底跟呢一个大老细佢自己个金主到底跟自己个金主普里格津去咗白俄罗斯啊定係留返低喺度接受普京嘅收编係跟住一股作气再杀返转头呢咁希望呢一位中国战狼呢个叫武文呢快啲现身是话返俾中国嘅成亿上万嘅小粉红听佢嘅意向系点啦。如果唔系呢好多人会乌想想啦。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下一集再见。风云谷在2023年1月正式成立为 YouTube 会员专属频道风云会。加入成为频道会员你就可以看到专为会员而设的影片。而内容是专为风云会会员度身订造同大家讲一些陶生同鲍 Sir 先为人知的趣事同秘密。咁其实国民党如果真的执政对于在台湾的香港人呢是好定不好呢其实是不是会好过现在民进党呢因为他们始终是华人。那個氣度呢你不要以為是跟英國人一樣講到 YouTube 的時候我覺得很細聲因為不好意思有自卑、啊、有一點點自卑點知道呢 他聽到之後呢肅然起敬是、啊啊、突然間對我態度好很多、啊、所以呢我們做親這些 KOL 呢我不會學某一個在台灣資深那個是這麼串的、啊、他沒有說我們風雲局因為他不敢說人渣法西斯哇粗口雷將軍这些 我真的做不到。所谓的 KOL, 其实我都很珍惜这三个英文字母。我心想喂好像十年八年前我这个叫十九这个花名都是你老哥改的。啊、你真的好嘢喎。这条带你看到呢有反面。啊、你没摸我没入。摸他不是说你老哥非常不是说风云谷做得很好那我说你都是的是吧将来有机会同台啦这样是吧你发觉我现在手指指多了咪同癫狗吃了两餐饭咯是吧俾他感染到个磁场咯讲完我举了我知道的我同埋睇一个人呢我是要睇他那个优点的。加入频道会员好简单你可以用电脑去返我哋嘅 YouTube 频道首页按加入频道会员。又或者用手机 YouTube App 在本片的描述栏click最上面的连结加入风云会频道会员有能力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加入陶杰 Patreon 和鲍伟聪衷心直说的 Patreon 而 Patreon 除了有各种专属内容之外还有一至六风云谷的声音版大家的支持一定会令我们更加有动力为大家带来更多好节目和内容再次多谢大家的支持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